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这款游戏叫做《明日之后》，它是一款僵尸末日的题材游戏啊，它有点类似像就是着重于生存，然后你在这个开放式的世界里面啊，收取各种物资建造以及防御啊，啊，中途可能会遇到一些遭遇战或是什么之类的吧。总而言之，老头也没有玩过。说真的，这个算是老头第一次体验。那为什么会玩这款游戏呢？其实该怎么说？这款游戏早在很早之前就有很多观众有提及了。然后呢，当初也没什么太大的联想，也没有太大的注意。直到最近越来越多人跟老头说：“老头，我知道你也喜欢玩这种僵尸题材游戏哦，那我会推荐你玩这款《明日之后》。”哦，于是老头也就是看到这么多人踊跃的发言啊，算了，就稍微玩看看吧。那这个目前为止啦，好像我看那个巴哈姆特哦，近期内台湾好像已经有准备要事前登陆了，所以说没有意外的话，老头可能也会转到这个台服去玩。目前这是陆服的，好，看画面应该就知道这是陆服的吧。那老头应该会转到台服去玩哦。那这样以后呢，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啊。如果你们有原本就在陆服玩的哦，也可以一同前往台服，跟着老头一起，好不好？总而言之呢，玩看就知道啦，好不好？随便选一个伺服器，青木领地来吧。啊，直接进来了。哦，那选角色，男性跟女性。我想说要不要玩女角啊？哇，好可爱啊 ，Pinky Pinky。哇，这个脸蛋。可以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脸，这个脸蛮赞的。好啦，算了，玩男生好了啦，随便。啊，就随便弄一弄好了，反正这只是试玩。哦，反正到时候等台服来了，我也是就直接玩台服了，不会来玩陆服啊。名字要叫什么？我好大，我的很大，还是我的超级大？啊，没有啦。哦，就老样子吧，老头。OLDNAN 好不好？老头的 man， 老样子，那快速试完，不拖泥带水，我们走。哼，长度好，可恶，我明明就很长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好，没事，不要理我，好吧，就叫老头 OLD 好了，老头 old， 哎、欸，居然可以，还有什么？宠物简介，狗是你在末日来临时的最可靠的朋友，好哦，可以。来，我、哦、这边还有三只狗可以选择，哎，杜宾，然后黑贝，这个是那个那叫什么犬来着的，警犬类型的，拉布拉多，好，算了，我们还是选这种看起来比较，哦，比较正常像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就末日生存题材这种狗很适合拿来当做就是同伴，哦，很少有那种末日生存题材拿拉布拉多啊，那就真的挺奇怪的。好，不过呢，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绝对啦。好，那我们就一样照管理这种狗的这个颜色。哎呦呀，噔噔噔噔，哇！一开始就这个歌追逐战，我觉得游戏有点小声啊。噔噔噔噔，哦哦哦哦，直接射，把这些东西打下去。好哦，我很努力的把它打下去。我们的老头狗在旁边，我、哦、看见了，这边有一只狗。拿好你的武器，开枪！哪里啊？我看见，看见了，开枪！哇，后面在干什么东西？甩掉他们！哇哇哇！没有子弹了、啊！哇塞！哎呀，哎、欸，不过画质的呈现，我觉得目前为止还算还好哎、欸。哦，反正手机嘛，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手机嘛，还是我们看一下好了。我们来调一下好了，看一下这个到底能调怎样。我们调个电影画质最高，好不好？帧数设置调最高，我不管了，林北就是要最高。我看，因为我之前看人家的影片，人家的影片画质是还蛮不错，不知道怎么自己玩这样子啊？看一下，哇，哇塞！等一下，这是手机游戏会呈现的画面吗？不是吧？
哦，哎，最高帧数哎，这个应该跑起来有60帧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是讲真的，这个跑起来应该有60帧吧？哇塞，等下手机游戏可以跑到这样60帧以上，不要说60帧以上啦，能够稳50、59、60，这是超屌嘞！哎呦！哦！哎，大哥，大哥救我！快射他！孩子，这安全，暂时安全了。好的，我也觉得我安全了，怕的要死啊，怕爆！我很想安慰你，但是现在可能不是时候。嘿，我不确定这一带到底有多少感染者，有多少感染者，然后我们再从长计议。好哦，好的。小心点，去吧。我们要干嘛？点击可更换快捷键。哦，有哎、欸。斧头，这应该就十字镐了吧？树、石头和马都可以踩。马？这匹很蠢。切换成斧头。哦。转型对准目标。这样子啊。哎呀，那个准心要对准啊，才劈得到啊！我劈下来了，劈下来。马。这批很纯，周围有很多，纯爆了，要漏掉，吸好吸满。哎，那这个嘞？哎，这果实也可以采哎。哇塞，酷 man！ 我觉得手机游戏能做到这样，感觉蛮猛的。讲真的，好屌哦！是吗？哦，制作配方在这个左边啊。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做砍刀嘛？刚刚他 是叫我做砍刀。我们就做一把砍刀好了，死给！然后要怎么把我们砍刀放进来呢？哦，不用，它自己就在这里面了。行，周围看看。新手关卡资源最终将被回收，请优先按照指引完成任务。所以说我们现在砍都没有屁用就对了。我们家的老头狗出现了，就这样蹦出来了。汪汪汪！我是老头狗，汪汪！嘿嘿，嘿，你在这里？哦，叫你欢喜。干嘛？我没有漏啦，你走开啦！哦哦哦哦，是哦是哦是哦，哦哦是哦是哦，是哦你发现了什么东西吗？是啊，你发现什么？哦，看到了，哇靠，好刺眼！这光影做的好棒啊、哦！哦天哪、啊！好啦，不用采集，需要两人才能使用双梯啊！老不休，上面有需要两个人才可以上去的地方，好。走，你的小伙伴挺厉害吧？真的，我还有某一个部位的小伙伴也很厉害，你想不想看一下？我在下面拖你上去。啊啊！你要推我？真不好意思啊！啊，我要怎么上去？嘿，啊、我要怎么做？哦，就这样子，可以。记得把梯子放下来。不要啊！我要把你丢在这里。记得把梯子放下来。不要啊！好啦，没有啦，任务还是要照常进行，不然就不用玩了。怎么放？哦，打开。我没有放什么，你自己爬上来了呢。好哦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我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哦，我进来，我进来了。暂时应该安全了。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看看这屋里，一男一男的在一起，你想对我干嘛？总能听到了吗？哇、哦，肾上腺素。哎、欸，我还来不及砍刀，砍刀，砍刀 ！Fuck you, fuck you, fuck you! Oh my god！ 我被砍刀，哇、哦！好了，从后面冲出去，救命啊！哇！我要扣血了，哇哇塞啊 ！What the？ 这里下面蛙哥。哇！你不觉得这背景，就是这个画面很漂亮，然后但是中间出现一个很突兀的庞然大物 ？Oh my gosh！ 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、哦、快死了！哇塞，哇塞！别！别！哎呦呀！哇，那狗超会跳，行，好，我跳下来了。那该怎么办？你刚才是来干嘛？他吓到已经抽搐了。
又一次死里逃生。哎，你还好吧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可不想再碰见。要是有个气 shake 破地方，我有点没找到我想找的人。shake 破地方，他去哪里啊？我要跑超快的、欸。Look at me, senpai。弗兰克、亨利跟马克 ，What the fuck？ 别动！别动！站住！口令谁？别开枪！我们是怪物。离开这里！我不想碰被感染的人。我没有被感染，但是我没事。我们没有被感染。闭嘴！我不傻。身上有感染者的血，你们和他们战斗过，怎么保证自己没有被感染？啊，不然全身检查嘛。对抗合作，我们没有被感染，说服合作。不要逼我，走开。啊，还可以选择哦。我现在要干嘛？制作两个木栅栏，看一下配方，就是这个绿色的。哦，就开始盖，抵挡防御攻势，然后再来就是这里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最好是来快一点哦。我要捷足先登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抖嘞，我超强，请叫我战神，谢谢。林北战神，干什么东西？呜，一发入魂，哎，为什么要爆炸了？哇哇哇哇！哦耶！哦耶！一发入魂，哇，还蛮流畅的，而且打击感还蛮够的、欸，我觉得好屌哦、喔，我蛮喜欢的。哎、欸，来了！哇塞！哇，不会跳上来吧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然后我们好死不死，我们三个又没事，哈哈哈哈。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先找个安全，该怎么办吧？好，飞机没了，还有个大怪物，哼，老天爷真是怪物。你可以把话说完吗？你这样子我很难过哎。门，这里可以设置密码的门哦。密码8888，行。所以说这个还要去 防止其他玩家来进你的屋内偷东西。我大概懂这个游戏的一个整个架构，修复我们的墙，有了，耶、yeah ，好哦。啊，接下来呢，开门。好了，我们要来到西边找到箱子了，这个吗？哦，留言箱。开启，希望你能用到 N 拉扎罗夫12月12号，今天好、哦、拆，哇塞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背面，这是他的头像，干净的罐头，铁矿三个，木头，哇，好爽啊！是谁这么好把它藏在这里啊？写着拉扎罗夫，真的吗？是的，怎么了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好几次，有些事要告诉我。这和拉扎罗夫有关，没错，拉扎罗夫就是我那个走散的伙计。Nice sir，好啦，盖好啦。哦，这边还有，不好意思啊，阳台，行。他这个阳台中间居然还有这个间隔，啊，没关系啊，无所谓。哎、欸，哇！突然这样一瞬间变出来，10个铁可以做简易步枪，哇！再可以做子弹呢、欸，两个铁矿，20个石头可以做粗制弹药箱，好哦。没有拉扎罗夫，真相信我。好哦，我一定会回来。他走了，决定去寻找他的朋友。那、啊、我现在丢下我一个人，他说2天后我一定回来制作。Nice， 好了，我们现在有武器了。
然后补充一下弹药。碎啦，感染者出现在二楼进行狙击，一枪一个，还真多啊！还好目前是一枪一个啊。哇，没打到。席内有东西落在河边，去看看是什么。好的，哇，好爽哦，爽翻了，捡一下。我回来了，孩子。你是啊？你不是去两天吗？你回来了？Oh my god！ 救人呐、啊！等下留言箱，留言箱，你加油！啊，我要死了！啊，我们家的老头狗是怎样？不帮忙咬就算了，在那边打哈欠。来捡，哦，酒麻可以。这里有什么东西？做好准备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哇哇！那洞里面，哇塞，好像是个房子。这实验室哎，那边有动静，好像是个活人。你是谁？我是一个要死的人。还蛮像的，嗯。应该说是一个了解了生命意义的人。好了，不要那么中二，讲直接讲啊。在发现生命，研究病毒究竟是如何影响人类应变，做实验就对了。活人。我懂了，他们在研究中弄出了一个生化兵器出来。谢谢你，海姆达尔。拉扎罗夫，拉扎罗夫。你再说一遍，你们抓了拉扎罗夫。哦，病毒让他升华了，完蛋了。拉扎罗夫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拉扎罗夫，就是那只超级 boss， 这干嘛的？周围看看吧，逃离魔爪。唯一出去的路。哇！唯一出去的路，这里。不过前面的压力门好像被卡住了。有感染者，是拉扎罗夫。他就是拉扎罗夫，从头到尾一直狂追我的就是他。我靠 ，BOSS 战，让我捡一下。大哥啊！我捡啊，快跑啊！这家伙完全没有想要帮我的意思啊，就在那边啊，原地射击啊，快跑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有了 ！Oh my god！ 快跑、啊，滑行！完了，他要死了！哇，便当！我带你回家。我、哦、嘴巴里面那就是他、啊。哇，我们家这家伙快速领便当，就这样去了。人生就是这么的悲惨，在这种末日生存，不是你死就是他死。找到讯号通讯，有人吗？有人。有，我很快乐，我很快乐。我们等等，听着，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些火力支持。提供什么火力？完了，空投物资，他们要来救我的意思。然后这边来了一个飞机空投物资，从哪里下来？这里，哦，看见了，死给，好爽啊！是空投，哇，这个武器实在是，为什么不能捡啊？又满了。逼不得已丢，然后我好像听到什么东西。哇，你又来了！啊，我不是捡了吗？有了，死吧！呀！他居然没有被炸死啊！我的天啊！结束你 ，nice！ 哦，终于啊！呜呼！已结束。成功逃生，哇！这个剧情是不是超酷的？哇塞，结束了。
欸，我身上装备马上一个变换呢、欸。怎么变那么帅啊？我身上的装备怎么变这样子？刚刚不是这样子的啊！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欸，看起来超像那个李昂的。哇，明日之后结束了。哇，结束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序章。个人觉得还不错玩啦，还蛮赞的，就是了。有没有？我们现在到了快乐101。非常好，好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序章，就这样完结了、哦。那个人觉得整体体验还不错，画面流畅，以及就是这个光影呢，以手机这个水准来说，其实算很高了。我觉得真的还蛮棒的。那么呢这一款游戏呢，近期内台湾哦就会有事前登录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哦，你们欢迎就是稍微关切一下这款游戏，明日之后啊、哦、事前登录一下，老头应该会玩啦。到时候再告诉你们这个老头伺服器在哪里哦。好，老头应该会玩台服，基本上会玩没有错。好吧，那么今天这个试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我是老头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明日之后再见面了，拜拜。